是董江涛。本场比赛是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超级战，蓝方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赵传林，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普桑亚。那赵传林，峨眉少侠，我们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啊，打过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战役。是的，在泛65公斤级，世界自由搏击领域竞争是最为激烈的级别之一。而在中国搏击界呢，这个级别也是汇聚了许多实力悍将。而赵传林在峨眉拳击当中的成长，现在在这个级别当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是的，赵传林整个的，哎呦，这个后手摆拳直接击倒，对手很难再站起来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对手现在已经。读到第八秒的时候已经很难站起来了。哇哇，这个时候赵传林要抓，哎呦，真是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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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可以结束战斗了。是的，我们东尼还没有介绍完两个人的具体的详细的资料、啊、情况，赵传林已经快速的 KO 击倒对手。而且赵传林在客场作战表现出不俗的这种表现。对，好的，各位，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，对不对？本场比赛蓝方选手第一局 KO 获胜。